这个凳子放在这儿，一会儿许真来了，腿脚不方便，万一撞上了怎么办？把它放这儿，放这儿。不对啊，许真一会儿来了，应该是想先休息，他得先坐下才对啊。 然后我坐在旁边，这就对了。应该再来点花，看到花，心情就好。真心啊，人心情会比较好。 干嘛呢？ 哎，老板，给我，没，哎，还有这么多丑照，你发给谁啊？ 看你发出去的每一张照片都 P 过了，而且我给你下的来，你看哈，什么美图秀秀、美颜相机、360美颜相机，连眼线都给你上好了。上了眼线也不行。说，你是要发给谁？是不是那个微山？哎呀，老板，这个生命诚可贵，事业价更高。若为爱情故，这个两者皆可抛。 哎呀，你个鬼呀！赶紧把电脑告诉我，老板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赶紧撤销，报纸上，这么丑的照片怎么发给别人？等你破解了密码，两分钟早就过来，想撤销也撤销不了。那就认命吧。哎呀，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哎呦，给我删了，老板。美山说啊，如果我不给他发你的私房照，他就不答应跟我在一起了。 你就看我跟了你这么多年的份上，辛辛苦苦、勤勤恳恳的，马前马后，爱他这么真挚的份上，你就体谅体谅我吧。哎呀，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你别忘了，许真那边你可想怎么办啊？这个小林总可是已经表白两次了，俗话说得好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你要是再不出手的话， 就不怕许真先答应了小林总？你懂什么呀？这叫时机未到。晚上是不是有我的戏啊？对啊，咱们快去片场吧。哎哎，好，快走。我订的那个仿真恐龙蛋，你们到底有没有货？您好，这个的灯掌柜来了才能答复您。 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买这个有特殊的用途，很着急。
不知道，要不然这样吧，他一回来我就让他联系您，您看好吗？这场戏主要表现的是你们三个人都掉到了同一个陷阱里，那池君跟子清先爬了出来，只剩你还在陷阱里面。池君会对你说把你的手给我，旁边的子清也会把手递给你，但是因为之前池君跟子清的感情让你非常的妒忌，所以这个时候面对池君的手还有旁边子清递过来的手，你的内心其实是非常复杂的，但是想了一想还是接过了池君的手。明白了吗？四十五场三进一次 Action。 把手给我，快把手给我们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突然间大叫啊？我想把羞涩和痛苦的情绪再外放一下。肖飞小姐，请你严格按照剧本来，不要随意自己改戏，好吗？组长三进四次 ，Action！ 把手给我，快！把手给我们。小姐，如果你觉得这个角色的难度超出你承受范围的话，我可以跟梁导说删除你的戏份。我们这场就先拍到这儿，我们拍下一场，大家准备一下。肖飞姐，你刚刚有点太含蓄了吧？我看那季副导可都生气了。哎，一份耕耘一份收获，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的。请问你们的掌柜在吗？您好，我就是掌柜。请问你们的仿真恐龙蛋有现货吗？不好意思，就在刚刚这段时间有人已经订走了。我也想要啊，怎么不和我打声招呼呢？我已经跟您说了呀，您看一下，刚刚我们在旺旺上给您发了好多消息，可是您都没有回复我，正好另一个客人要得急，我们也没办法。如果您真的想要的话，我们可以在国外预定，只要等一段时间。我刚刚羞涩的表现引起顾时君的注意力了吧？快看呐，他偷偷看我呢。帮我订一个。小兄，这里是片场，你这么做不好吧？小珍，现在在我心里没有什么比你早日康复更重要的。在我看来，你现在就应该待在家里。你执意来片场，我必须要保证你的安全还有方便。小珍，我以制片人的身份要求你必须答应我。好了，你们把东西尽快归置一下。这怎么回事？
小珍现在腿脚不太方便，所以我带这些。许珍助理，你要搞清楚啊，这里是片场，不是你家。你要是真的不舒服，你赶快回家休息，你别在这儿耽误大家的时间。梁导，这些人是我带来的，跟小珍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有火的话，跟我撒就可以了。我曾经说过吧，我不希望不专业的事情带到我们时光之城的剧组里边。你是制片人，我无权干涉你的行为，所以这件事情我不会追究你的责任。但是雪珍，你身为一个艺人助理，你非但不能正确地处理艺人的生活还有工作关系，你还给剧组带来这么多的麻烦。我觉得我有权利让你现在离开剧组，现在。梁导，对不起，因为我的原因影响了拍摄，我现在马上离开，真的对不起。等一下，梁导，我觉得您说的很对，在剧组不允许有任何不专业的行为出现。许真是我的助理，安排他来现场是我的决定，请您不要过分责怪他。还有，我现在想向您请半个小时的假，半个小时之后我会回来。等一下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我自己来吧。真，你这个坏女人。